这次第三天早上了，我们这次走行程也是在大阪市区，也是要用大阪热火卡第二天，那要带孩子去动物园啊，通天阁啦，再来附近逛一逛，好吧？那我们出发了 ，Go！ 早上嘛，先去黑门市场啦，走吧。啊，孩子还是喜欢穿公主蓬蓬裙啊，真的是很爱献，那献给日本人看呢、啊，好笑。这次去黑门市场的话，我们现在在新大阪西中岛南方站。那到黑门的话，那我们坐红色的玉堂金线，坐到难波站，就到日本桥，转粉红色那条线。好，我们买票了。电车来了，我们要上车了。对呀、啊，车来了。那我们现在要到从这边坐往难波的方向，再转千日前线到日本桥。我们要去黑门市场。我们到了难波站啊，我们要转千日前。千日前 ，OK， 往右边走，出发。孩子慢慢下楼梯，前往千日前。千日前，往日本桥右边一号月台。嗯哼，我们到了，其实很近。一下个楼梯就到了千日前线。OK， 黑门市场在十号出口，出发。OK， 十号出口，前进，日本桥，往左边出去。呜呼，黑门市场，十号出口。哦，看到山景柱有直直走就看到黑门了。那你往右侧那方向就去难波。第一个红绿灯路口就是黑门了，我的印象应该没有错了。哦吼，没错，就是这里了，是不是很简单呢？路线分享啊、哦。我们现在来到黑门市场啊，满满的海鲜料理。果汁、水果，哦，连这里都卖行李箱。孩子看到草莓了的，好大颗的草莓啊！你看看妈妈吃哈密瓜，你要不要吃草莓？你干嘛打妈妈？你吃糖葫芦，我给你拿好哦，慢慢吃啦。慢慢咬，哇，牡蛎好大一颗哦！哈密瓜，哎呀，喜欢吃啊！嚯、哦，还摆 pose 哎，吃到忘我了，在那边小碎步跳跳。好啦，我们等一下吃完就要前进啦。哇，长脚蟹耶！孩子看得很专心。OK， 我们来到黑门市场中间这一条的核心，讲核心就是指最热闹的一条街道。哇，好多蟹类，哇，虾子好大。哇，那个关东煮。哦，好多人哦，真的好多人。哇，生鱼片很多。哇，这一家章鱼烧好多人排队。黑门市场的游客真的是越来越多了。
哇，满满的那个生鱼片寿司啊！要日本药妆其实涨价蛮多的，我靠，莫多一罐日币含税就要2700日元，所以跟之前去年的价钱来比差很多。你一开始要买哇，皮卡丘的牙刷，还有面包超人洗面乳。洗手的啦，耶、yeah? ！啊，爸爸看到了，皮卡丘，啾，皮卡丘，啾，开心的脚踢踢。啊，这间药妆店卖的还算便宜，瓦卡摩多含税日币2500多块。我要青汁大麦落叶青汁。大盒、中盒、小盒、小中大，对肠胃乳，因为还有乳酸菌，所以对肠胃不错。嗯，对，瓦卡莫多未税2280，含税是2508，便宜呢。嗯，小朋友的止痒贴，面包超人的，这边有贴酸痛的。哇，这边的牙膏当然是比台湾便宜非常多、啊、但这家没有免税哦，所以要看清楚，但是它没有免税的话，它的价位还是算便宜了。药妆店这边有免税大国，哇，好多水果可以在这边买水果，哇，肉烤肉串呢，看起来都好好吃哦！哇，好热闹！水果，其实大概大致上分类一下，就是卖精肉啊，就是肉类、肉品类啊，再来就是海鲜寿司啊，不然就是海鲜冻啊，不然就是这些都是算海鲜类的、啊。还有一些水果，还有他们的腌制物品呢、啊。哇，不二家杂货，哇，好可爱哦，还有卖和服的东西。哇，这里有卖一兰拉面的，自己回家自己煮。哦，大福哦。哦，好大只哦。哇，海胆呢？生鱼片寿司，等一下中午就在这边吃了。哦，看到那个鳗鱼。哇，黑银啊，好久没看到这家店了。我们去逛那个游客休息区休息一下，上个厕所。哇，还有神户牛哎！啊哈 ，burger 汉堡。游客休息区到了，来休息，上个厕所。黑银这间店是很老牌的，因为它这边很多都师傅现切，但位置有限。还有当场在这边选肉品，然后他现场帮你做寿司啦、啊，或者是饭饭啦、啊。哇，什么都有，未税13000。那小碗要有参与感啊。因为我们带着孩子，所以我们就是买来休息区吃。吃鳗鱼饭饭。吃饭饭。好吃啦。
休息区其实弄得还蛮热闹的哦，装饰的还不错。我们吃的还算丰盛呢、啊，还有鳗鱼寿司、鳗鱼饭，孩子就刚好适合吃熟的啦。以上黑门市场简单分享啦，拜拜。